一连场周慧敏 Back for Love 2006演唱会将于5月25日至27日在香港红馆举行。记者会当天，Vivian穿上价值89,000元的名牌低胸晚装，佩戴过10万元首饰出席。见她明显比以前清瘦，Vivian解释因为筹备歌唱，心情太紧张。演唱会嘉宾就会邀请谷祖麟、李克勤、古巨基、邰正宵、玲珑璇及黄凯芹。虽然早前 Vivian 也做过许冠杰的演唱会嘉宾，但她今次却不敢找阿森。而男友倪震也会来捧场，但不会上台。相隔12年后在红馆开唱的 Vivian 说自己会有点紧张，而演唱会也不会有太大的突破，只是想通过这个方式与歌迷接触。